你要知道一等于 y 减，我这里用的是那个 matrix 形式，y 减Y 减 x beta。x beta t x beta x beta，所以 e t 就等于 y 减的 x beta t，它就等于 beta t，然 y 后对拉出 y 来 t 减 beta t x t 减 t，去 beta t 对，x t。它就等于这样，它就等于这样，然后这个 p。这个 P，这个是 projection matrices。projection matrices 等于什么？等于 等于 x x x t t x x 负一 x x，后面 t 是 x t 对对，对对对，就等于这个，这 t 写太大了。然后等于这个，等于这个，然后呢，你去看一下它这里这上面这个 y t 是1乘以 n。i 减 p 是 n 乘以 n，y 是 n 乘以。